您在登船时要事先照看好家人。旅行团的导游，请您携带好您的团友，有序登船。请您往通道里面排队候船。候船室内有四条通道，可以不调船，都是同一个航班。稍后中门开启时，请大家有序登船。请大家不要向前推进，您的正前方有许多的围栏。下船之后，请您注意看好脚下，左右两边都一样。下船时放慢脚步，注意看好脚下台阶，左右两边出口方向移动，放慢脚步。左右两边都一样，请您下船之后往左右两个方向移动，不要在黄色区域停留，只往左右两边出口移动。下船后，请您。